局长哈，对那那前村安置来做一个简报说明哈，来欢迎那那局长。 局长在简报之前，我们有两位议员呢，陈丽娜议员也到会场了，欢迎欢迎。啊，另外呢，林婉容议员也到会场了哦，欢迎欢迎，谢谢。咱各位乡亲，是大吼，啊，咱大人坐在第一边，啊，咱的里长。 啊，咱的市长，啊，咱的迄个部长，啊，搁咱经济部这中华，啊，咱这个议员吼，啊，当然啊，谢谢我这个地方。所以，我特别针对咱二月七号迄天所公布的这个迁村计划书吼，做一个迄个说明啦吼。就讲希望讲咱沿海岛地的居民会当来欢喜换新厝啊吼，啊。 这是讲，咱在大南部其他里面迁村的一个重要的议题。啊，咱讲先讲大南部是咱要迁村，就讲咱这个一百年到一百零到有一个迄个计划要迁村。但要迁村一定要在计划来支持啦吼。所以伫行政院就是一百零八年，就由咱这个新材料村湾区的这个计划吼，啊，大南部有一百外十公顷要来迁村，所以建地有五十三外十公顷，啊，拢。 明天就是有三十公顷，所以咱前段计划拢变五百八十九亿，但多市场讲，伊讲伊前厝才会加二十出来。哦，啊，要成立地呢，咱即条咱即马特别即个就是讲，咱原地是大南部的地区，要成立甲高铁红山、五条埔甲迄个工商区啊，即个所在，啊，正面即款，即个所在顶头，即接近咱的亚洲新湾区啊，吼，伊正面的咱的地，就讲咱的红色的咱的主地区甲休闲区。 这附近有第有一条迄个高速公路，为着八百快速道路，即摆佫有一个红线捷运站，咱面对机场，啊，佫有即个未来要起的红线捷运站，嘛拢伫边啊。好，啊，咱内底附近啥物做建设的，包括公园、国民学校、幼儿园、派出所、消防队吼，日照中心、甲文化，这是讲拢总有吼，即个物件是咱。 有做游资的这个公司，是伫咱大南部这边才拢无的，咱这边一片一片拢有。或者是讲，我伫讲，即块所在顶是咱的亚洲西湾区的二环啦，一环就要到旗津乌遐吼，这是二环，三环就到红山遐吼。啊，咱即马了，咱即个红山溪，甲咱遮好一个好起来，这是一个放水、通水足好的洪水足好的地段。啊，无就你看，这个条件中，每块地拢做四只吼，是咱未来要起厝的所在。 哦，你看，即下有迄个凤山西、竹林、竹林车都拢干啦，啥拢做好啊？有湿地公园，有一寡学校、幼儿园，甲一寡迄个托育中心、图书馆拢起好啊。包括咱即下有迄个消防队、派出所，啊，即个桥桥区，包括最近全年办礼拜、全年办礼拜啊吼。哦，啊了，为咱咱老大人有一寡老大人要照顾、要复建的啊，要去参照的，拢啥拢有，包括即个诊所拢齐全。 即嘛，即块地讲，即遮大块地就变来办来要起咱要互大家要做的厝的地基地。哦，那前村伊个大南无即边只有两万，将近两万嘞，迄边遐有三万嘞，所以千几了五万嘞，一个社区哦，非常的优质啦。所以讲，咱不管比所有的遮贡献区，拢迄边遐较好啦吼。啊，过来我拄仔拄仔前几有讲过讲，咱的同个地爱保留宏源、宏林、宏心。 红兴、龙凤甲红的，即六个字，啊，甲最多像我咱有甲迄个河马拢编好，到时大家抽签，看是要住对一个字，吼、哦。所以讲，咱是即个大家一直讲，即个咱前庄计划书内底，即个草案无解清楚，所以我即摆开始就是讲利用一段时间，要甲大家讲，要即个草案内底讲啥物物件。第一，市场有讲的，咱拄仔讲的，生活款爱顾条，财产款嘛爱顾条，过来，你的社会款嘛爱顾条。 啥物叫做居住权呢？就讲咱环境，包括设施、社会主体爱顾较厚，财产嘛要有保障，就是讲咱平的当还是平，吼，啊，咱就专心的继续甲伊保障，啊，咱的一寡要起的住宅嘛起好势，社会权就是咱的安全、咱的社会福利甲人际关系，即拢爱厝边拢安拢顾，即叫做居住权、生活权甲财产权，才会，即个，啊，咱我讲讲。
因为咱这个车案足侪复杂的吼，最我归类五点尔，五个计划变作千，就是讲五大项的补偿，我归类啦吼。啊，你大家听，大家，我讲你嘛大家听，听第一个，有迄个建地就是主商土地，第二个，毋是建地就是非主商土地，这是两种的补偿，我讲翻。第三个大补偿就是讲咧地上物，包括建筑物、农作物甲其他设施，这边咱补偿是第三项。第四项就是咱的法定的补偿跟津贴，哦，就是咱租金的津贴、人口迁移的津贴、跟营业税的津贴，这是第四项。加码无搞出第五项，市场佫有加码啦吼。加码就是咱遮的救济补贴，就包括遮的就熟悉啦、租金啦、优惠利息，包括到到交通费啦，遮主要都是这五项，就是总结就是咱要补偿的物件。所以我哋一直要甲大家咱的理念说明讲，这是安怎算？第一。主商的土地是建地买哪块，一坪换一坪，这是一定分别的吼。啊，你若准坪写无够的，就是你若准住宅区七坪换以上，啊，若准你个生活区九坪以上，会当买到十五坪到十八坪。这块买偌济，即摆就讲以咱政府去出这个只个单价来买给大家，绝对无趁钱啦吼。啊，若准七坪换以下是讲九坪以上的。就袂当买土地嘛，啊买哪办？马屁，咱有三个方法的。第一个，你甲别人，咱无提前甲做伙来起厝，也是讲，咱有一个叫做 GDP 的接口，但咱配置啊来起大楼嘛是上好个吼。第三，领现金，领现金就是讲一平十四万块，这个十四万到二十万吼，大家拢有些疑虑啦吼。我讲十四到十四万。十四万就是咧，含甲局的土地差不多伫个计值四五万的成本，伊嘛是要趁一种四五万尔。但是咱若单纯买土地，就要买二十万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平均起来，迄一块土地是十四万。但是咱本来拢配地配好啊，吼、哦，但是你若要搁加买土地，你就是要二十万来维持咱单纯的当初的开，就是这个费用的。所以讲，咱政府买偌济就卖你偌济，安尼这个方式，这是咱第一主建地是安尼算的。啊，第二。土地要安怎？土地是讲规划，你这个土地有三四个公家，就是规划搬过，就讲这个土地归户啦。这一个我一个来，我一个搬过，但是我这个是中央的，而且叫你搬过。但是你有一个讲，你也当拆开，你为什我今摆有我两个持有条，你也持有，啊我拆开的时候，啊伊变到啊做造成伊变到起诉，这咪袂使拆开。第二套又同意叫你拆开，伊变到现金，我咱就当拆开。所以，以土地规划来，土地一坪换一坪概念，哦，这是咱的建地部分啦吼。啊，就来讲，你若准无爱买土地，你要领现金买使。咁我即摆我都无爱土地，我是要领现金，咧过生活会使。领现金是讲咱一坪用十四万甲你算吼，哦、所以我拄仔讲只平均单价一坪就十四万，吼、哦。啊，就来讲，你若准无爱买领钱，我买住大楼会使。你甲你领的钱。来甲咧买咱政府起的大楼，这是安尼，所以即摆这是建地的方案，一坪换一坪，换钱甲换厝的这个概念吼，你就甲过去。第二大项就是讲是建地，就是讲咧农业区、保护区，甲这个公共设施保留地，这边咱办的嘿。所以讲咱若农业区、再保护区吼，你实际上去查过市价哦，市价查过都是空的。啊，你若保咱的公共设施保留地。也是去比较边啊建地、农地才会计较，啊来甲参考市价，参考好个了，咱甲这农地、这富豪区、甲这公司保留地，参考了计较，甲加四成哩，哦，这是乘1.4倍。这种比迄个较早起码补偿，我是甲咱市价甲伊补了，无去加四成。这四成是市长。可以甲经济部接触的一个资源啊，就讲，你呾台湾比航空城是无加四成，伊只要市价暴利尔，哦，啊咱即摆是讲市即种土地，等于讲市价查某佮加四成互你，以咱即摆大楼卖农地来讲啦吼，农地比如讲即摆大楼卖农地吼，加四成了，一分地有1260万佮1400万，我想即个介绍。伫咱市区农地嘛，差不多即个计数尔，所以讲咱想即个足好个一个条件来来看吼。所以讲咱即下就讲民建地的主商的土民主商的像农业区、保护区、公共设施农地，就照即个计数，查某个计数来报。啊，再说有办法再到底是查偌济？差不多咱阿准大南部迄边，阿准假设讲建地查起来，比阿是9万，
就补加一点四倍，可能发跌13万左右，连带动这个意思啦吼。啊，排第三项，地上物要咱补上地上物，就讲咱的一般建筑物，就叫中间的介绍保护哩。啥物叫中间的时候介绍？咱意味咱市政府一个市政的标准嘛，去较低。所以以公会起码40公分内底平均的这个介绍，当作咱的中间的介绍，而且是公园是100公分的平均介绍。所以100公分的，咱以加强专案来讲，差不多伫咧6万平要到4万只楼一平，会计会，但是毋是要这种无哩，是要往这种的正面这张，就讲咱要搁一个，你若准备签的时有一个附条款的补偿，比如讲100公分的介绍是安尼。但起码签的时阵，有给起价啊，搁做一个物价调整的指数，给加起。啊，过来讲，各位讲，你若准先讲配合起，然后一个是若无歹奖的金，所以起码若准起码调，我过一天是至少做到一波91000块的订单。啊，但第二个这个变故是，对航空城是95000，伊是6万几加五成95000，比咱好无？这边咱只4000块，但是你这要问题，咱做一个物条款。每年签，后年签，这个加起就超过伊。而且那个我甲大家讲吼，北部的介绍本来就是比咱南部建唔起来嘛，所以咱比起来，咱直接是比比较好啦。这是市场业绩情况，要甲大家报告到。所以讲，往这个物价板块块补掉。所以讲，你看这个表，加强转到就是一平91000，这个介绍。过来，中高先生对咱的表啦，到位再总数吼。建筑物主体是屋全新的计数，伊拄仔迄个计数讲，就是比如嘛 ，RCA 可能比较9万到10万啊，啊，若准价涨转走的，就是达9万2遐左右。即标即个主体先报，啊，其他的即个建梁啦、雕梁画栋、即个彩绘吼，即是用专家的即个技术来报，你啊做报哩，即是另外报的吼。啊，你要哪报，咱就直接叫派一个专的技术你个查过，所以就绝对袂互你讲讲标的会过无够的吼。而且庙里来听，也是有一个好派菜鸡奖励金哦。啊，第三个，咱其他小区，比如我有低调，我有车鞋啊，我有围墙，我有副交，或者拢在那给他报。这种咱都是有一个补充的办法。你那嘞，假如出来这后边附件拢有，你是想我中国我有低调给他报，我有围墙给他报，拢写里底哦。过来，拢专门来看看像咱的水果，咱的手件吼，给他报。水果就是咱看到二哥来报，啊，改讲咱的咱的咱受证的叫叫你的官道，甲你出条来报。伊比如讲，咱的种椰子树啊吼，若出扩大丛的，一丛报你4000几块；啊，若出那个山啊，种改良的山啊，就讲大丛就出报你3000单，咱的计划来报，这是咱农作物来报的。啊，第四大项就讲咱法定的补偿，就讲啥物叫法定补偿呢？第一就是讲咱的租金补贴。第二就是咱人口迁移的补贴，第三营业的出勤补贴。啥物叫租金补贴呢？咱不管任何的安怎迁，就先补你一条钱。这个是差不多3个月的租金啦，就是差不多。你若恁领导人的啦，补4万5。你若人口迁移后，你若领导这个市政府内底有4个人，补你10万。啊，若只要这栋内底有2户，只要有设计底下做起来是出勤，就补2万的福利哦。那如果你阿准无带伫遐，就歹势无补。如果你阿准有去调，看是无都补的。所以阿准有带伫遐，拢补遮，佫免遐遐遮的钱吼。但营业损失，就讲你阿准有登记营业名册，有迄个发票的吼，你就照你营业损失来补哩，补一单。啊，若无发票的，就照你营业名册来补。即拢计拢计成，不只附件拢有附遮入来互你，这是法定的补贴。啊，第五大项就讲要救济分做6种，第一种咱救济咧，就是中低收入户的，拄仔迄个签证会加一倍互你，吼、哦。啊，第二咱的租金，拄仔讲3个月嘛，吼。市场佫有讲，咱即摆也做不够，你要搬厝，要租厝的时阵，加发12个月互你。或者比如讲，咱我讲，只好你也做恁家有6个人，就1个月发10万，吼、哦。啊，你12个月就发偌济，看你计算啊，怎么变到10万，变到10万吼。你也2户肯定12万，或者来放钱。第三项的迄种，就是讲你若有买厝加买地，而先补哩，啊，对方面若有讲，我讲补连续0.5%补哩，即摆可能你可能贷款可能跟你1.6%尔，是咱讲法，个0.5%补哩，你只要付1%而且钱尔吼。第四项，咱只移民吼，有补交通费，那这个部分可能大家拢无满意，咱大家咱来发现，我这是哪有够啊？第五，
有种菜市啊，你只要有根据迄个有所有发票，有迄种税钱的有补，但是我即摆伫迄庙口咧摆摊啊，变乱，即种嘛有一单可以补你30,000哦，即个方式个吼。啊，来农作物的时阵，伊还阁抽查补你，即个补你了，阁有迄个一公顷吼，一单拢还补你9,000，补2单吼，即个，所以叫做六大配套措施专案救济补助金。所以我这2、3次我都讲了吼，啊，来甲说伊讲，即、這个补贴。15个月等于总十六个月，不是随叫你签，你才随随走，不是。互你有6个月的缓冲期，就讲我若你甲我签了吼，啊你若搬厝，我变我补你15个月的租金嘛。但你有6个月先准备要搬厝，这6个月继续住伫遐无算的，啊但是就不该搬的吼，这是一个咱即摆的这个补偿标准。啊另外讲，咱拄仔讲进2、3、4、5个月拢补了，自然了对吧？你咪使讲，你把土地补贴到的钱，啊，你继续补补偿的钱，总共会搭来买阮起的厝。阮起的厝吼，是用成本来卖恁啦吼。我即摆算一下，打算14万起，搁较起可较一平的建平吼，卖你15万左右啦。目前即摆的厝价市内啦，大陆市内差不多20万到22万，啊，市里有的较贵，你豪宅可能才15万啦吼，总共才20万拢清楚。啊，所以讲。咱是用一平15万的成本来卖恁的吼，比如讲咱21平这个两房的来讲，伊差不多一个价值315万，这个，所以咱3房的35平，伊是价值500万的。你哪一个店送卖，可能是1000万啦吼，这是拢会当伊看见。过来，这是咱未来要起的厝吼，内底有绿建筑、智慧建筑、耐震建筑跟无障碍设施，拢做。你看这个相片，绝对不输咱建商起的豪宅啦。所以说，咱即摆这种起是拢足水的啊，无像较早国宅比较简陋。咱起的是爱起这种等级的吼，路面的路面，餐厅啦，就叫市面，有一寡工作块拢有哦，这个风险。哦，啊，过来，除了讲，这是拢有领着钱的哦，住地有微少，可能补几啊百万的哦，但是有一些无厝无地要安怎？伊领可能领着几十万，咱的补偿金也无济，但是伊就会当来租咱的厝。咱就起一块的社会主体要租，要让大家租的。比如讲，今即摆是目预定250户人，市里有交代我讲，打算咱的里面有需要，1000户买起啦，比如讲一起起起甲大满意为主，所以这个咱的租金。租金就是按照较早弱势，就是这个租金才5、6折尔。啊，若做一般就是讲头比市价阁减头，剩八成的这个租金的这个水准。所以讲，咱去的社会住宅吼，即摆这个表情，我即摆咧去的社会住宅哦，这种阿台嘛是比较长期的。我咧社会住宅拢是国际的建筑师咧设计哦，咧做水哦，所以无像较早印象起来，即摆伊看咱要价物件，就是咱未来咱的出租主体要来迄个种。要有钱，咱有1房的、2房的、3房，看你的需要来间租。要1房有8平到11平，2房有17平左右，这样的吼，这样才算。阿伯，我先来讲了，达关心的是讲，我今日要买我补偌济，我传传传嘛讲，你去甲我买补偌济，我先问你听。第一，我有一个疑虑啦吼，我可能我先讲较慢的，等只下阿爸吼，老爸听，我再放慢速度，买哪算？我先问你听。第一，情境一。我有26平的土地，我有50平的建平，安尼我先讲好。我即马土地26平啊，啊厝50平，空啊迄个从空出落过来，空出落过来讲，啊土地26平，啊厝50平，照迄个阿先来讲，头下当补了485万，啊若讲你看租金，你有2户3个人，下当补了21万，加起来你即个个厝个1000×1000，下当补了247万。你了一间厝，你有一块土地，然后二六平地啊，搬过来嘛，你补一个500万，这500万要叫你起厝的，安尼咱听嘛，你即摆就厝补、财政补、补完了地搬过，你得这500万来起，绝对有够的吼。第二种，我的土地10平尔，啊袂当起，然后爱买地点嘛吼，所以我买地，我只要我10平建平，我只要地10平搬过，爱买5平爱买400万，啊我若种厝。补一十平，补142万，啊，顶天我一户了21万，安尼补了补到200几万，但是你要摕100万，你买间地，所以你主要剩手底100万左右，所以你有一个15平的土地，佮有100万的成本，而且你当去起厝，看你要起偌济，你也无甲佮加去，即是讲你若准无到15平是安尼算，过来15、7平半以下边啦，边个办？但是我第一金条啊，佮赶紧。
七百了，你当你若厝十四平，你去七百本来说实话，十四平土地，你甲补，会当补来一百个的厝，租金买好21万，哦，啊，但拢加起你要148万，你找148万，哦，啊，土地只够够，你当甲别人夹，甲别人起，所以你即摆手底有100几万，啊，搁甲别人夹来出做起，你着去你来，啊，若说顶部要甲人夹，我变只现金。十平土七平土地，咱补你90万，所以加起来你会当摕到240万的这个现金在手底。哦，啊，看要来我买我的厝，还是要搞租厝拢会使，这是咱情景。啊，我算大吼，即摆在关心你讲，我到底过了财产偌济啊？吼，我有一个较大边金啦，我讲咱只26平啦，吼，26平。我即摆调查起来，咱边金50%拢是26平的建平土地平啦，吼，建平50平，啊，内底有2户，一户拢3个人，啊，咱来比较，诶。26平，即摆市价啦吼，也有32万一平啦，所以你计达800几万。啊，你了，你有建平50平，你若补着485万，啊，你即摆人口搁迁移费，也着42万，所以总共加来1380万，这你的财产。但是即摆遐市价，即摆是1800几万啦。你台去咱有咧私家登录的，即摆目前咱共款的厝咧一间，差不多伫咧1800万，所以你只要开一千块钱，你咱房价较贵的厝吼。那这边来搞租厝，我讲你若说你有十套就10平啊，我那边我那基础，啊建平就是咩？你算什么？有361万的高上，啊即摆你若来讲买2房的315万，你佫会当找等于40万的钱哦，这是咱哦十平19平，即个无够的，你就要安尼来算来买。啊即摆若准备了，你来甲提醒签一个协议书。到底你要现金，你现金咧，要领土地，还是要买厝的，拢伫遮你家己交。最后唔就12点。即摆公开说明书了，所以市长讲的，一遍、两遍、三遍说明书选公告后，才会当上行政院核定，才计划书吼。啊，这是咱有的。啊，当然，只有一个100块八日，10个千八，签租基准日，去大家来讨论吼。啊，即摆建蔽率。大家较过建蔽率讲，咱有诶讲建蔽率无够。其实咱即摆大南部诶建蔽率法定是50%，但官买票是60%。但是迄边我甲你通知加一倍互你，哦是。所以我即摆伫我本身有咱建筑师嘛，所以甲伊算一个讲，15平上少诶哦，一起60%，我交上错会当做甲45%诶建蔽率，你图讲甲画好啊。啊，过来，你阿准。你若准一个较平滑出来，你若准高雄厝，你咱做个71%的建蔽率，比如你本来60%，哦，咱咧安尼算，用咱的一寡迄个建蔽率到71%。啊，你若准地是21平，我头前车库做地建做高雄做，我来当建蔽做到83%，哦，这是我在实际上算的。对15平、20几平，你若准50几平，可能愈多啦，哦，这是我来当算互你听，对无？到底你图就是讲，你若往这方面去高雄做。其实你的建蔽率是下到80%，啊，你要大家关心讲到底大南部的前川、甲南门港、甲南丰城，上海看看优势嘛？我只要做一个给我来看哦，可能甲开几分钟的时间，甲来说明。第一，地面拢领地，上底原黄色，迄就是大南部的方案。领地就无领钱啊，伊咱讲现金可能七百几万尔哦。啊！你个建筑物补偿，咱有阵建筑改造物甲基本补偿就加起来，大人补偿，补偿也到480万。啊！你若准讲你若市价吼，土地顶起就起得太高，土地已经是得过八百几万，即两个加起来是1300几万。所以你即摆即个基础建筑是1300万，这是我是讲土地26平，哦啊，建平50平，这样做来三个拢做比较。那看这是咱个大人补，啊，物价咱安怎做？啊，物价是征收了，你家己好地哦。但八块钱征收，你是30几平的，所以讲你就了解土地是14万了。啊，你看你那改造费280万互你付哦。啊，迄个你个是拆奖励金，咱是用起厝了公建的余额摊补哩，90几万。哎，啊，物价是付32万的啊，就是这一笔是32万。了，咱的只靠迁移费，那是16万，你是7万。啊，可能佮一只买了变破，你若买地，你若要换地就无啊吼，你就换换过啊。但你若要买厝的，补你百一万吼，这是啊。另外讲，佮有一条租金啦吼，租金迄阵啊，不过是补60万，补10年，但是补12个月吼，12个月差不多补20几万，所以咱计算是较少，但是咱是讲
专属来来算。所以阿门教做遮个补起来，会当补着偌济嘞？300几万，但是咱是400几万啦。那个话，唐光成来比，唐光成伊是区段征收，区段征收小凤姐在一万来改征收，征收这个土地利润300几万哦，他就你要加点嘛。但伊个建筑物，甲伊个即个查甫，咱个建筑物是不管合法的不合法，拢专心去顾哩。伊个唐光成是合法的专心顾哩，但是伊个维修也是不合法的是拍侪个哦。啊，而且伊是即个介绍，所以讲咱有甲伊3/2是属于不合法的。接下来了，伊是无限济啊吼，啊是咱个千里会有10万，伊是有20几万的20几万，啊了伊一条吼，就讲咱租金啦，你来文山讲伊补80万的租金了吼，伊是一个补给你哦，你啊听我讲个初段征收是伊爱先给你先请你先走，伊要做工程，要做土地，要摕到遮个移定的头道，所以要请你离开，就80万来付你，啊你即摆。即摆是离开了，伊算是做工程。你看工程啊，做几档，每下才4-5档，伊你才当得来批数。所以补你80万差不多了。所以我也算啦，假设伊补你15个月，伊其实是20-25万啦，咱22-25万。所以伊加起来，伊才补上着500几万，无唔对，伊加咱差不多20万啦。但是即摆换过迄个地吼，康康市个地少无用市个，差不多伫个20地左右啦。都算30差不多啦，算30伊差不多伫个700几。那是地大贵，所以加起来拢差不多1,300。所以咱大南无千川遮个补贴的内容，甲航空城本来是差不多。所以如果市民讲无输啦，无输航空城的。而且航空城即摆是已经定下啦吼，咱即摆是阿伯，咱即摆可以当继续来协商，而且佫有附条款，所以条件一定佫比伊较好啦。即台用钱爱有即个理解，哦，所以讲这是咱未来千川的配套措施是安尼，即个地，哦。而且我讲亚湾二环啊，这亚洲西湾区一环差不多伫个高屏环路市建物啊，二环就到咱遮，三环就到洪山啊伊哦。这亚洲西湾区可能无5-3公里尔，所以说是这亚洲西湾区二环大环区哦，在看一下。我起码我操蛋哦，咱这块地拄伫个77亿用的区的边啊尔，咱看建商安那运用这个，咱是讲安那讲这块地的好处，来个再看一个影像来看下。好，这就挂掉的台风正在给我了。你错过了15年前的美术馆农十六合区。如果你错过了10年前的文山城区，今日你不能再错过新五甲77期重化区。站在发展最核心，巨观城市大未来，高雄未来聚焦南高雄。亚洲新湾区建设陆续到位，凤山区重大建设持续推动，由新五甲特区之称的77期重化区顺势崛起，首次采用共融管道以及人行道透水设计概念进行开发，最宜居住宅特区已然成型。另外，轻松接轨中山高五甲系统交流道、88快速道，对内主干道以红毛港路为中心，区内16条计划道路提供强大运输能量。未来捷运黄线通车，出门5分钟就到五甲站，南来北往分秒到位。77期重化区进向3大生活圈，双购物商场，生活所需一应俱全。步行10分钟内就到明星商学区，培育孩子的知识眼界无比远瞅。有远见的人都知道，77期重化区必将拥有比美术馆农十六更高的增值，未来潜力无可限量。好，以上就是讲咱即摆未来要迁做的地，我伫77期就区的边啦，这是咱目前高雄市上。正卖在蛋黄区啦吼，以上我希望讲咱这个地哦，会当予大家乡亲来欢喜来搬新厝，来遮住，住着遮优质的美术馆，拢是了较好的社区。以上我报告到这，谢谢。谢谢，刚才咱的杨局长哦，在做这个简报说明哦。